飯就開始又去下一個行程。係啊，呢個而家十二點廿一分。
到仙人掌。那跟各位提醒，仙人掌千万拜托哦，不要用手去摸它。哦。除了眼睛看得到的刺之外，它的果实上面呢有肉眼看不清楚的刺，有多细，它会比你的鼻毛还要细。所以呢，千万不要去摸它，因为摸到好插到会很痛，而且很难拔出来，非常难拔出来。那这个渔村呢，早期是以捕丁香鱼为名的。那现在呢，它还有一个游艇码头，专门在游客去击背木头鱼成交去做这项活动，一些比较刺激的啦那我们等等下车呢，我先带各位去试一下这边当地的特产这边有那个紫菜汤包，但是大家不用担心。不会说你没有买就不把门关起来帮你出来我们这都是自由的，你试试看看。呢啲系叫做仙人掌果啦，我哋嗰啲太客咧佢一日出啲果，一个个啲果就系仙人掌果啦。呢啲又细粒啲，系啦，红熟咗之后红色，唔系汁，即系汁红色噶。咁呢个仙人掌，好多，个仙人掌。喺嗰啲岩石嗰度生嘅，喺啲岩石嗰度。好，开了一个叫做“浪跑吧爱情”的店。在台湾有上映，然后不知道在香港有上映，有吗？有。就是在澎湖这边拍的。那栋房子呢？哪里拍？星星对。啊？哪里澎湖这里？来这边，那栋房子呢？之前台风的时候有吹倒所以它现在有重新在整理中。那不能太靠近，因为它现在属于是围笼。那我们这边拍照，代表我们教室里有这样子。那大家拍照，十分钟之后我们上车 ，OK 吗 ？OK。来，那 Hello K 这边，你等一个。
心，因为这个烟头它是在这边，离岛发展建设条例的特许商店，所以说这边买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直接在台湾那边抽，但是呢，买了不会马上带走，会马上带走，要到机场，明天在机场领货。好，那详细的话呢，我在到了那边再跟各位说明一下，那大家可以再说明一下。另外这个小村子有没有感觉一点点感伤？离开他们的地方。那个天寒。等一下带大家去看两个爱心，好不好？两个爱心的地方。再浪漫一下，两个爱心。老公的。佢講咁你而家咁啊？靚肉俾佢哋食啊！呢度係呢有個牌咁啊！四风车，2468个风车喺度。通常嗰啲风车啊，摆喺啲风口地方，风力分。始终我见唔到呢度。系啊。呢个。我而家翻到呢度啦。喺，我哋等咁耐，你一定搬唔到啦。係啊，係啊，咁你點辦？你好大嘅希望喺度玩，送太多你唔攞，住一晚。台中我哋住過㗎啦。落嚟到咗哥，政府嗰個喺好。時間又唔會嘥，時間唔會嘥。綠島係住邊度啊？今次。好，好睇住民宿啦，或者咩酒店再講。呢度。我係住民宿，我係住民宿嘅，係啊。各位同學，那對我剛才說明的事項有沒有不清楚的？沒有啦，好，那我們現在到的這地方呢，就是澎湖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，正前方是他們的辦公大樓。好，那旁邊那邊是遊客中心，那裡面是一些海報啦。我們今天呢都是看實體，真的走到那個地方去看的。來，那接下來這個呢，Thank you.
我哋又買咗嘢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下一站呢，直接到我们南环的最后最远的那一点，叫做丰贵洞。我们那边是个村子，是属于这个马公寺。那在那个丰贵洞呢，可以看到远方两个小岛，湖景跟董牌，还可以看到基隆。哦，还有基隆。对啊，真的很厉害，一定要我带你去看才看得到，好不好？我这边先卖个关子，好不好？我先卖个关子啊。那么，你刚才还差不多。啊！哦哦，而家咧就我哋两点钟去最后一个景，去埋嗰度咧，跟住就系喺度等埋今晚吊白咁样啦。啊，好多都系晒雨啊！在这边哦，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基隆，相信吗？嗯。基隆哦，来看一下那边。那个岛看到绿色的，那就是澎湖的基隆，好不好？澎湖的基隆岛，很近哦，对不对？没有啊。台北那个基隆岛比较远一点，高一点。啊，这个岛哦，我们现在居民啊，澎湖县先。哦，就叫你基隆，啊，那个叫基隆。那边很多鱼哦。啊，那个叫基隆岛啊，那个叫哇。啊，白云系啦，基隆岛呢个，佢讲啊见到，
上嚟呢度啊！系啊！哎呀，嗱呢句我風櫃懂啦，嗰啲風喺度吹上嚟，咁就嚟到呢度流出呢度聲喺度。咁就呢度好靚，好風啊！呢度啱啱個風口。咁我哋頭先參觀個風櫃就係呢度石口。風櫃桶咧，我哋就冇落去噶啦，下面嗰度咧就都幾危險。
崩柜里哈，崩柜了是因为那个洞的关系。嗯，那前面这个昏黄店呢，哈，就是小镇这个 Jacky 有跟各位介绍的，我们澎湖这边庙宇非常的多，每一个村子几乎都有一座庙。系啊，系，每个村子都有一座庙，我们的密度是全台湾最高的啊，但是呢，最多的是这个王爷。王爷就其实我们妈祖庙哈不多，最有名的就一个，但是每个村子都有一个王爷。对，都有一个王爷的大庙，王爷嘛、啊、对，王爷，或者一个村都嗰啲咁多财力喺个庙啊，真系。那个大拜拜是？元宵的时候最热闹。对啊，对啊。还是过年。对，过年，过年后啊，过年的话这边还好。而家係係啦，兩點差唔多五十分嚟到呢個仙人掌公園。呢個呢個係個遊覽圖。三點半。係。三點半。仙人掌公園。參觀方向呢度啦。可以投鱼子，好焗啊！喺度燃烧紧。木头仔砌嘅公仔，木头仔砌嘅公仔，系啊，咁正嘅，哇！呢条我整啲，啲阎王牌啊！教啲細路仔唱歌。
这里，再带个在那边，哦，前面 OK， 我一直走往前走 OK， 任我好不好 ？OK， 我会在前面等各位。好好好。我那个到我们宿那边休息一下啊。哦。进去喝杯茶。对。喝个水。哦。不过还是中秋。分嚟到呢个沙滩，山水沙滩。我哋嗰時冇咁嘅，冇咩三分鐘，
咁樣佢都好嚟明，佢都要受軍訓㗎。打鴨仔，一下嗰啲就要俾人捉緊個大鏡頭，係係係，一下叫大鏡頭啦。啊，不留不疑嘅。喂，帶隊啊，帶隊，帶隊釣墨魚啊！咁咧就已經排咗多人喺度啦。我下午打電話。嗯。他是香港人。我咩？大變咗入邊廠啊！哦。窄啊！我呢度。我浸咗落嚟咯，唔怪。我準備上線。好。好。啊，咁我哋而家，哦，一齊啊，哦，一齊唔明。誰得呢？
用嚟嘅，係用一隻好似刺蝦咁嘅啫。7:17，咁而家我哋個多啲船友啊，同埋啲其他船咧就釣緊，咁而家就感受到個釣物嘅點啦，又好好有耐性嘅，原來唔係一錯啊，話一錯就有啦，啲人即係講埋咁過，啊就釣成日都冇又冇啦，除非你養咗好多物喺度。除非你有好多物喺度俾人釣，啊，就冇嘅。咁就我哋嗰邊咧就係嚟嗰度，嗰邊就係我哋喺嗰邊嚟嘅。我話唔係喎，應該嗰邊嚟，我哋喺嗰邊嚟。我哋嗰度喺嗰度嚟嘅。啊！呢海上咧都好多啲，應該好多船喺度啊，都嚇，係啊，啲魚仔點釣？啲人喺度落力咁釣緊墨魚。嗱，呢有條魚啊，有條魚啊，啲釣魚有啊，一個喺度釣。钓墨鱼，走！原来咁开心啊！嗰啲人话佢即系钓，一就一钓就得噶啦。原来真系一钓就得嘅，系得嘅。一钓就得嘅，咁快？一钓就得噶啦。所有船舱入边有一个 O K， 好开心啊！好啦，因為體驗呢個釣墨魚，啊釣啊，而家都食啦。啊，馬公港一號，我哋而家坐緊呢就係馬公港一號。大家啲釣友啊，啲釣友，吹下海風啊，好似哇，呢度十幾支啊！一段十幾支，嗰啲船竿啊，咁嗰啲釣竿都有有熒光嘅，咁就靠嗰個啲射燈射去啦，啊有眼燈喺下邊引嗰啲墨魚嚟，咁我哋喺嗰邊嚟，嗰邊最光嗰邊。就係嗰個市內嗰邊啦。呢邊一隊嚟啊！好，謝謝啊，謝謝我嘅票，係啊，係啦，呢位有得食啊，安慰獎啊，係釣緊墨魚啊，嗯，好啦，咁啊，墨魚粉魚墨魚好啦，謝啦，唔好嗌啊。啊，呢啲菜名我嗰啲啦。係啊，嗰啲人，佢釣到，佢釣啊！啊，真係冤曬工嘅，啊，佢釣到，嗰個魔鬼魚啊！釣多條，啊啲嗰啲唔係蒼魚，魔鬼魚又叫做嗰啲咩啊？咩又好似係塔沙個咁樣，係啊咩蒲魚係蒲魚，又叫蒲魚，啊蒲魚啊，係啊釣多條，有刺㗎呢度啲蒲魚啊嚇，刺都好犀利㗎，哇！蝦膠嚟，哦。蝦啲條嘅，嘿，啲蝦嗰啲條嘅，你真係一有冇釣到咧？啲墨魚係啊，成個束你噶嘛，戳住你噶嘛。我而家睇到咧，嗰個
嗰嚿嗰個魚嘴啊嘛，嗯，哎，我可能放得唔夠低咧，就放低啲啦。次嗰度丟嚟，丟嚟丟唔到，有啲真係一時好多嘅，真係話。我一開燈攞個網去望嘅咯，咩掉嘅？咁我哋嚟呢度啊，開心啊，出下海波啊，享受啊，享受。唔該，啱啊。一捉佢上岸咧，你拍咗拍緊乜乜嘅啫？係啊，即係多起上嚟就好容易啦。啊，咁幾開心啊！大家都喺度。咁我哋咁就。就算咧點撈撈，咁就體會到嗰、那個、那個釣啊釣釣墨魚嘅樂趣。手，哦，仲有鬧係啦，用手鬧啊添啊，多就鬧啦。一多就鬧啊！好似個，哎，哦，小的小的哦。好啦，就想白白水咯，係啊。哦，即係只魚仔嚟啊。咩？你係嚟嚟㗎？哦，嚟。我身體就係咁樣。飛飛飛飛下，仲有啲船行過咧。係係咁啦，食食飯嘅。嗯。有啊有咧。咁佢啊叫個叫嗰條鴻魚。啊，好嘅喎。一丁香魚。啊，大魚仔。佢話引咗好多魚喺嗰個嗰度啊，喺啲燈嗰度。佢多大啲啫？有翼噶，有翼噶呢條，哦，飛魚啊，嗰個人似長啲嘅，係啊係啊，佢叫飛魚仔啊，飛魚仔嚟嘅，釣魚啊，飛魚啊，佢好多啊，一熄咗燈啊，係啊，好多啲係咧，啊啊，好多好多飛魚啊，你一開船就一條，啊。呢度啊，好啦，咁我哋九點八個零字，我哋開始離開啊，唔係咯，八點九個字，差唔啊八點八個字多啲得啦，啊多啲咁多，我哋開始翻碼頭啦。咁啊，今日二姐啊，一個歷程啦，起碼咧經歷過一個叫釣墨魚嘅過程啦、歷程啦啲嘢，咁啊而家又開始翻去翻碼頭，我哋呢度叫航海天下一號啊，咁叫走咗嚟睇啊，上架啦 ，OK。
身咁滯啊！個浪花高過身，啊浪花高過身。全部放喺銀行嗰度咯，係啊。
郊區佢係市區噶嘛，多數以前整落嚟喺市區啊。啊，咁我哋離開呢個電話亭先啦。哦，有啲警察啊，嗱，見到警察啦，冇話唔見。過大人前，剛好可以收到過大人前。啊少罪，起地酒驾，哦，酒驾那些啊，有很多酒，很多酒驾。我们警察的专案勤务就是有一个，少罪专案勤务，扩大领取勤务，还有专案的总统来的话，就是人来演习，啊，总统有没有来个韩国？有啊，哦。以前水扁了啊，马英九我都看，马英九了。我以前我来的话，我都要自己执行了，要交通指挥。哦，我以前就是你们大陆讲的那公安了。哦，你还是公安了，哇呀，我们很怕公安哦。你们是香港吗？哦，香港，哎，什么职责啊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没有了。那个以前他们管你，你不要再叫了，再叫我就给你抓起来了。OK， 啊，那个小娃啦，就通常系其实咧，细路仔都系啦。笑话。系啊，如果细路仔都系啊，你管得太多。这个真的呢，这个我们警察有电话记录哦，那然后就现在很流行赖嘛，就赖出去，哎。叫魚蟹上水，好啦嘛，啊包埋啊接送啦，好啦，咁我哋就好吧，三個好。